小石子，你真的啥子都不怕？老子都到那个地方，怕啥？我也不怕。老子又没问你。你真的当过兵？不能当过兵，我还杀过日本人。我这是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。耶，那这样看来，你好歹也算英雄哦。咋个混到这步田地了呢？哎呀，人什么英雄莫如嘛。老子没问你，就算你拼命表现，老子也看不起你。小姐们，这样子，看你当个兵的份上，我姑且把你招了。那我兄弟呢？他呀，他就算了，你未必还想一拖一哟。这是！哎，站到！那龟儿两个叫花儿，都想把保障大人鼓到了啊！啥子事了我？回来！回来！话说那个巴山虎手起刀落，把那个菜刀一下抹了，哎呀，他那个儿子硬是跳起八丈高，拿起刀刀带起家当就跟他拼命。这巴山虎那个功夫的，你那点就是渣渣，唰唰唰唰，三下五除二，两下就西北。哎呀，他拿起那个火准备要把房子点燃的时候，那个佃户就跟他说，后面还有几个大粮仓。哎，他一想啊，把这个粮食烧了好可惜哟，就干脆喊老百姓的时候来搬粮食，一搬了一晚上都没搬完。你说好多嘛？后头又打开钱柜，哇，那么多钱是白花花的，就是有些银元都长霉了，是。那后来啊，钱呢？分了噻。你啷晓得呀？听说的。哎呀，安逸巴适，过瘾，接着办。从此，巴山虎就走上义愤的道路。他一想，天下之大，老子管不过来。哎，这二老千不大嘛，我就把二老千的穷人全部管了。未必，你以为老子招不到人是吧？说实话，精壮好汉老子一抓一大把。哼，你说得了，你这个本本上拢共才写了两个人的名字，而且还打了叉叉的。哼，你看人家告示上嘛，都三天了，哼，我是眯眯眼，不是那瞎子。骂我！哎呀，老子看你也是。当过兵，扛过枪，胆子大。哎，虽然说话不利索，但拖出去还黑得到人噻。你干啥？哎呀，眯眯眼一个，形象又那么差，有啥子用啊？我不管，我跟我兄弟是和血出的，而且是保龄出，我们两个是牙脚板儿。连在一起的，何况他一张利嘴，能把马儿说起跑，把雀儿说得不能动，这好特殊人才，你不要啊？老子招兵，又不是招人说闲话，这个你就懂了嘛。他一张好嘴胜过雄兵百万，诸葛亮射箭群儒用的是嘴，晏子师叔用的还是嘴，丁香儒完璧归赵用的还是嘴。哼，你招了我等于招了雄兵百万。你说的还有点道理。从此巴山虎藏身山林，昼伏夜出，来无影去无踪。穷人听了巴山虎的三个字啊，可是高兴的跳；坏人听了巴山虎三个字，吓得尿尿。哎，乔哥在。
到你哈。那个俗话说得好啊，九州夜路啊必闯鬼。那个巴山虎昼伏夜出的，他未必都没闯过鬼呀、啊。哼，哪点有鬼？鬼都在个人心里头。如果心头没得鬼，踏遍千山过万水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哎，看来要当巴山虎，必须要把心头的鬼解决掉。又是鬼又是巴山虎，整得乱七八糟的。你们到底在搞啥子？哎，我说你就不要来搅骚了吧。我们乔哥子正在摆巴山虎的英雄事迹，而且啊，我们各个法师都要成为另外一个巴山虎。哎，就连人家陈华那儿都要成为来自巴山的一头猪，啊不，哎，一匹狼，一匹狼。狼？哎，啥子狼？色狼啊！美女美女，你不要误会哈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即使我成为了一匹虎，也要成为一匹狼。哎，不管是虎还是狼，反正那个对象啊，就是黄老鼠。哦，我晓得了，原来是这个巴山虎速成班嫂，好好志气！我以我张飞牛肉的名义啊，再次庄严宣告，你们的一切费用由我全权承担。现在我就去给大家弄点牛肉来吃，大家等到哈。哎，好，这个样子。看你的份上，你们两个我都招了。不过呢，你们两个都有问题，只能两个算一个。你意思是发一个个人香烟啊？不愧是扛个枪打个仗下个乡的，懂得起。不要说走就走噻！哎，站到！你们这样子太不给保证大人面子了嘛！啊！哎，回来！老子依了你们！哎呀，既然这个巴山虎让坏人闻风丧胆，那为啥子这个黄老孙儿却这么猖狂呢？哎，难道他就没想着把黄老孙儿收拾了哇？那个还不明白吗？个巴山虎肯定觉得。我们老官场的男人嘛，都是有血性的人，那肯定不可能让那个黄老鼠为非作歹，所以就把黄老鼠留给我们，让我们个人自行消化。哦，哎呀，真的是用心良苦啊，岂能辜负了巴山虎的一片苦心呢？嗯，来来来，牛肉来了！哎，大家慢点吃哈。只要你们有做巴山虎的梦想啊，我张西施以后保证过你。哎，驸马娘，你不是吃的巴山虎？好，要想成为巴山虎，我们就从那盘牛肉开始。我们要去消灭恶人呀，消灭这盘牛肉。好，好。而且还是一个近视眼，你嘴巴张那么大做啥子？你想咬人吗？闭上，闭小点，闭大。不放。俗话说，流氓。靠装怪，男人靠穿戴。你们两个讨口子穿起这身皮，哎，看起还是有模有样嘛。不要
在哪儿？我们这次的首要目标就是老关客栈。任务？任务。这次的任务就是收钱。爪子，军饷。哦，你先把军饷给我发了，让我们真真正正的去收钱噻。放你妈的狗屁你！啊，老子都没收到钱，你们还找老子要钱？老子告诉你们两个，钱收不到，你们两个喝西北风，照样回去当讨口子。有爪子，枪。哦，你喊我们收钱，总把武器给我们，我们才好去收钱嘛。老子早就准备好了。瓜婆娘，瓜婆娘，瓜婆娘，又不喊你的名字。啊，哎，假的。哦，假枪，我们咋去收钱啊？先用歪货，等收到钱了过后，再换正版。走走。哎，下雨你们出去啊？前面有山，不是山哎，不是山哎，不是山，一挂天梯悬半边的，悬半边哎，悬半边。耶，你们两不言声，嘴巴溜哎。等会儿就要把你们特长发挥出来了。啊，老板，司令，这个你放心，其他我不敢说，要钱啊，这是我的专业。啥子要钱了？老子们是收钱。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哎，钱在人家包包头，不能两刷子，哪包得出来嘛？哦，这要请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，请我们两个办事，那就是。黑帽子高大框，一咬一个包。我跟你们两副眼神说哈，我们是收抗战捐，我会根据不同的人设计不同的数目，只要我一收口，明明儿你就发挥你的特长，收到了就不说了，如果没收到，哎，假设子，你就发挥你的特长，跟人家耍混。就用你对付我那一套，对付他们绝对有效。长官，这个你放心，我跟兄弟啊都合作两年了，都是我开口，他只管收钱，我们从来都没放过谎。哦，哪里还用得着耍横嘛？真的啊？是噻。走，哎，走。前面的是山，不是山嘞。来客了，来客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客，客栈喽，客，客进来把东西都搬走完了，你都不晓得，只晓得抓瞌睡。我不在那儿抓瞌睡，我在那儿抓嘛，要不你来守嘛？我来守，我是掌柜啊，你是掌柜吗？我，那对了的，这个人跑哪儿去了？又到买牛片子的地方了，何官不在。骗子，何官爷，哎，啥子意思呢？长官有所不知，这是行话。骗子啊，指的是肉；官爷指的是女人；何官爷就是漂亮女人。深刻，真是隔行如隔山呢。现在啊，我们你是同行了。哪个跟你是同行啊？哪个跟你是同行？我跟你说哈，我是代表政府要钱，他要是不给，我就硬杀，该管的管，该杀的杀。你们两个有这个权利吗？啊？啊，你这个确实不同，性质跟我的确实不同。确实不同。走，
老关口子，走。那不如你把那个掌柜借给我当两天嘛。不得行，不得借，借给你就不得还。没想到你的官瘾还多大呀！于阿平，就把菜劈了，把茅房冲了。要得，要得，我马上去。哎，你抓子哦？你咋个冒充鬼老倌声哟？你看嘛，鬼老倌一回来，你就变成玉瓜皮了嘛？啊，还不是一个临时工？不管咋个说，现在我还是掌柜。哟。你干啥子？不好意思，演什么哈？你是唐山那头卫兵警在演戏呀？哼，老子在演戏。说，鬼老倌儿、白眼狼在哪里？这里。哎，你们两个咋个又来了？上次不是给了你们一张钱？卫兵长。为了黄老孙你也入伙了？哎，你再跟老子嘴犟，老子一枪把你脑壳打成稀巴烂，你信不？你黄司令也是，你晓得他就是个瓜皮，你还跟他一般见识，他就是个连狗都不愿意咬的人，你何必把自己当成狗啊？老子说了。你信不信老子一哈跟他打上对拳对过啊？啥子事嘛？难怪不得你花那么大的血本都招不到人，招到那么两个活宝。你晓得为啥子不嘛？就是因为你脾气不好，一言不合就要杀人。那稳场那么多人，你杀得完呐？你既然晓得老子脾气不好，就不要惹老子了。老子晓得你是个秋儿，说，把鬼老倌白眼狼找出来。对，我不晓得，你问瓜皮。他们说他们没有到茶馆去喝茶。老子晓得了，走，茶馆。对不起，马上就开始了哈，你们准备好没得？放心，早就准备好了。我跟你们说哈，如果眯眯眼的第一套方案不得行，贾婶子，马上实行你的第二套方案。一般用不上第二套，他这张嘴比你那个硬货都管用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。走，放心，明天会更精彩。好，都在是不是？哈哈，站好，来，坐到，坐到。两合欢迎都在，哪个合欢迎都在啊？哎，啥子合欢迎？把威风给老子抖起来！皇上，哎呦，没想到一伙就收了两个奇才，真的是可喜可贺，恭喜恭喜，祝贺祝贺啊！奇才。你给老子多嘴多舌爪子，坐到。现在正式通知你们，现在开始收取抗战捐，按照规定，每个铺子收十个大洋。先从你鬼老倌收取，你用两个外人，每个外人20个大洋，加起来就是50个大洋。另外，你跟花鼻子做担保，
追加20个大洋，总共70个大洋。明明，该你了，你去看哈。电话老版本说70个大洋有点多，姚春嫌他大张口，随便给点也凑合。你给老子的嘞！老子是收抗战捐啊！你有老子掏口说，给老子丢人现眼，老子扒！贾才子，上！前面叫拐了拐的个子，给给个面子，嘿，觉得合理，请给票子。老子叫你耍混啊！你不是对老子那么凶吗？啊！你现在又变成趴货了。我一般只对坏人耍狠，对好好人耍不来。你说老子是坏人喽？你本来就是坏人嘛！你王八子，你说就说，不要动手脚。贝儿啦，你不要跟老子多管闲事，你跟老子让开！文明人哈，哦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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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你们要抓子？你们抓子啊？你跟老子要抓子啊？你们啊？你再把那个脚伸进踢我，小心我给你绊成两截！你跟老子说啥子啊？对准开。你不给我开眼，你就是他们儿。想浪费老子一颗子弹，没门儿！老子不得上当。把眼睛睁那么大，爪子！你咋个嘴巴又闭到了呢？拳头，拳头，拳头！是谈了多少回老百姓的甜，就是艳阳天。小香。